大家好呀，我是薛任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来跑马拉松，今天是马拉松的前两天，要先来拿我的 race kit。现在在 MITC 的一间酒店里面，要去拿 race kit， 参加的 Malaga International Marathon。我只跑 5km 而已，虽然它有21和 42km， 但是我只跑 5km，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。有所有东西，等下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里还有很多布，都是运动器材。这是我的号码，然后还有两个 toilet paper， 还有我的衣服，总共就是这些。所以后天开始跑，拜拜。Two days later， 现在要出发啦！看起来非常的肿，因为现在才凌晨5点，所以过后就出发去埃格洛，然后开始跑我的5km。耶，加油加油！再要坐 shuttle bus 过去，把车停在这里，再坐 shuttle bus 去拉达兰斯家啦。
边那边那边。秀一下我的奖牌和拿到的东西，拜拜 5KM， 下次看一下有体力可以挑战更久了。今天就先这样啦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一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